7年前，你要对我说的那句话，到底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要对你撒一个很大很大的谎。我忘了。你现在你要干啥？我顺手写上自己。对不起，你一定会恨我吧？还给我！不是恨一个人，总好过挂你。哥，我们再也不是同桌了。也许没有说出口的才是永恒。林辉，再见，再见了。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，一定不会在夏天来临。可夏天也有结束的时候。对不起，你一定能成为那个最好的你。那时的你是最好的你，现在的我是最好的我。最好的我们之间，却隔了一整个青春。